泥石流迅速地往下流动，在流动过程中又继续冲蚀掏挖两岸古坡，加剧了崩塌，因此泥石流的规模也就越来越大了。这是泥石流的龙头，有的龙头高达10多米，一般以每秒2到3米的流速向前运动。这种泥石流非常粘稠，泥沙石块占总体积的40%到75%，容重达1.7到2.3，这叫做结构性泥石流。由于结构性泥石流容重比一般水流大得多，所以能够浮托起巨大的石块。在流到平缓的地方就停积下来，
是前方的灯是前台的。哦，所以说堵那么久，昨天堵那么久，今天堵那么久，所以说的。公交车在那儿吧？哦，堵的点位太多了。哎呦，你看那个大石头都变成样子了，裂开了。过头，你看那块大石头裂开了。那个大石头掉下来，那个大石头。裂开了，看到没有？哎呀，刚才就跟裂了。该走不了的嘛。我叫他们走远点点，你再冲。哦，对。所以下面三个大车。没事，他那样子都还好些。哇，大石头掉下来。哦，那个石头你，这可能我们把抱起。那个石头比较可怕。哟，这片你看。这片，这片，工程车都那么走那个大石头，直接爆破，那爆破，直接爆破，爆破二把三还爆破，哦，来爆破，搞一整栋，一整栋那就麻烦，真的是麻烦，很危险，真的是危险，哇，这头石头吧，我天啊，原来是我的天啊，这坨，这大坨，西藏的身体，是西藏的冒险，历险记啊，好像是。呀，真是，这是历史的，这个两边都已经变成一个草草了。哦，只能干这些，还是全靠武警官兵。哎，感谢他们，真的抢了一条，悟出来。啊，真的感谢他们，真的。应该的。他们该。我在这边去采购。得到。是啊。各种优待都是应该的。我们家老板一听到那些说啥子当兵的咋个咋个，他很高兴。当兵他在那里知道当兵的多些。穿钱放在这儿。没事，你现在当兵。那儿，这儿嘛，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。危险的时候，他们就冲上前面，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到个人安危了。新营，新营，我们来的时候哪儿找这个？啊，没得。来的时候没这个。你说嘛，19岁、80多岁的老太太，走不动在房间里头，他就背她。你看，这都是传出的新营子。回去的时候就找公司去冲过。你说嘛，19岁的时候。泥石流冲了一点点，但是一点影响不大。铁道边边应该过得去的。打开的士，打开后锁，准备抢攻这个泥石流。挡住了，挡住了，不能动了。这泥太厚了，这是刚冲不久的泥石流。这冲了第4把了，过不去，这个泥太深了。看一下我的这个磨不磨去啊，力量不够啊，冲了等一会儿还要再试一下。我冲了几次都冲不过去啊，我的石头顶的动力不够，现在让我们的迪士尼，他如果能过去，他就在那边挂绞盘把我拉过去。第二次继续冲，先坐，先坐，动不了了。这边还好，那边陷泥潭里了。现在由我们的另外一台陆巡拿绞盘给它拽出来。现在用绞盘给它拽过去。脚下全是烂泥。好，哎，收。好，找个打。你展开哈。啊，这块石头有一点磕底盘。5200了海拔啊，搬石头。他挂我顶上了，已经都给我挂掉一圈了。
先上面先点一下嘛。现在我们把这里挖一个，挖一个槽子，然后把轮胎挂在里面，让这个车子不往这个泥潭这边滑，看一下能不能冲过来。我们通过用铲子挖，然后再用石头垫，然后这台420的陆巡已经过来了，然后现在第二台这个 D4D 还没过来，现在陷入这里了。现在我们用陆巡420来作为锚点，然后用绞盘把这个拽出来。现在下了大雨啊，全身都淋湿了，我裤子鞋子全部都泥巴，海拔5200啊，下了大雨全身都淋湿了。爽不爽？爽。你海拔还得爬，还在流水，还在塌，一小块一小块正在塌，我们得赶紧离开这个地方，不然待会儿还可能塌下来。再打你点。好，站远点，你站远点。开始，方向往右打点，往右打方向，往右打，往右回程，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了，差一点，那块泥巴，拿出来了。往左打一点，对，出来了，回程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崩塌发生如何避险自救？如果处在崩塌影响范围外，一定要绕行；如果在崩塌体下方，只能迅速向两边逃生，越快越好。如果感到地面震动，也立即向两侧稳定地区逃离，约定好预警信号。制定好的信号必须是唯一，不能乱用，以免误发。预先确定撤离路线，应尽可能避开崩塌的倾塌方向或崩塌体可能掉落的地段。滑坡发生如何避险自救？一，在山区居住旅游时多关注天气预报，如果遇到强降雨或者连续降雨，一定要提高警惕。二，在接收到地质灾害风险预警短信后，要按照短信提醒合理安排工作及活动。三，熟知地质灾害预警信号，听到预警信号要立即撤离，切莫贪财。四，到山区旅游工作时，要查看当地地形及周边环境，滑坡预警后要向安全地带转移。五，熟知地质灾害警示牌、避险路线、避险场所等标志，如果有以上标志，要按照警示标志撤离。六，在地质灾害危险解除前，切莫着急回家。泥石流发生如何避险自救？一，在山谷中，一旦遇到强降雨发生泥石流的时候，不要慌张，也不要顺着泥石流的方向逃生。遇到降雨出现泥石流的时候，要果断地判断出安全路径逃生。路径一般是与泥石流的方向垂直的方向，向两边的山坡上面爬，爬得越高越好，跑得越快越好，绝对不能往泥石流的下游走。二，如果出门旅游，沿山谷徒步时，一旦遭遇大雨，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，不要在谷底过多停留。遇到泥石流的时候，要立即丢弃身上背着的沉重的旅行生存装备及行李等，选择安全路径逃生。但是通讯工具不能丢弃，以便与外界联系求助。三，在遇到泥石流的时候，不要往地势空旷、树木生长稀疏的地方逃生，可以就近选择树木生长密集的地带逃生，这样密集的树林可以阻挡泥石流的。